那这执行公务啊，如果说变成按照新闻纪检署讲的过失致死，不管是什么可能不可能啊，往这个方向去侦办的话，那我请问你，那这个海巡署的船上的所有的船上官兵，是不是变成这个过失致死的行为人？那会判刑的。 你搞什么名堂啊？我听国家过失致死的行为人会判刑？那当然要判，他过失致死不判刑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毛病大了，这个代级大条了，这是第一个问题嘛。变成我海巡署的官兵在我们的海域执行我们的国家给我们的公务，然后搞成一个过失致死出来，那不是开玩笑吗？不是，而且，哎，我觉得，哎，管碧玲讲的很有趣哦，他说如果是过失致死，那就不是故意。 那不是一样吗？这个我跟你讲，先不要去谈管妈，管妈在这个事情里面荒腔走板，完全乱七八糟一大堆的。